記住發生過的所有一切，好好保管每一片回憶。可能今天才是更加恆久地擁有一些東西。希望大家會記得這個 concert 這7日所發生的事情，所呈現的事情，大家所 feel 到的事情，好好記在這裡。送給大家最後一首歌，記得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